2003年怎么了？素颜女神王丽坤否认整容。面对整容传闻，郑爽是大方承认了，但最近也被卷入整容疑云的王丽坤态度可就不一样了。前段时间因为参加跳水节目而一脸素颜出镜的王丽坤，被众多网友称呼为素颜女神，甚至当初一度占据微博话题榜前三名。但没过多久，被夸是素颜女神的王丽坤一些早期照片被翻出，旧照近照一对比，女神走下神坛，整容之一盛可是接踵而来。只是两张照片对比，前一张照片后一张照片，后一张是现在的你，但是现在的我是什么？对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标题是整容前后，很多小时候的照片可能跟现在都不太一样吧。我现在把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，可能，我不能说女大十八变，但我还是我，可能有一些气质上的改变。把旧照和近照一做对比，确实发现以前的王丽坤是单眼皮，如今变成了双眼皮。这么明显的变化，难道是因为气质改变造成的吗？我可以把最早还有一些我刚出道的一些照片也有双眼皮的拿给你看，就是网上也有，你也可以找到。你会介意这样的这种消息、这种新闻吗？我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想法吧，包括有人说我的脸是什么磨掉了呀，还是怎么样，或者下巴也垫了。其实我可以说我爸妈给我可能就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不要去追究这些东西了。小编点评，这种解释明显有点牵强哦。冷翻天综合报道。